又闲舍者，为要舍闲了，掩饰所行。行舍者，为要舍集集、长短等分别相。表舍者，为即此集集舍，生灭相续。有变异因于先生处，不复重生，转于异处，或物间，或有间，或近或远，差别生。或即此处变异生，是名表舍。现在的文呢？是说，眼识的所缘，眼识所缘虑的境界。这眼识所缘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是。别变相，啊，是别变相，就是一条一条的哈，一样一样的说明它的相貌。这里分三科哈，第一科是第一义，第二科是第二义，现在这个第二义呀，里边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所缘的舍法得名的所以哈，昨天说在黑板上写过，得名的原因，为什么叫做显？为什么叫做显啊？为什么叫做行？为什么叫做表？显形表，这个三个名称的原因，安立这样的名称的理由，这样意思。现在嘛，先说这个显舍的理由，为要舍显了，这个意思是说，这个舍法显了。就是它很明显的、很显著的，就能令你明了，很显著的、很明了的，不是很隐晦的，这个它的颜色很明显的显现出来，是令你注目哈，能引起你的注意，就这么多的颜色，很多。但是光明的颜色，它很显著。那么这在这一方面立名字为之显，是这样意思哈。眼识所行，它是眼识啊所活动的境界，别的耳识不行，啊，鼻识、舌识。身识都不行，都不能在这上面活动，只有眼识可以在这个舌上活动。好，所以叫眼识所行，这就是啊，显舍立名的一个所以啊，立名的原因。行舍者，这以下来解释这个行舍立名的原因啊，为要舍汲汲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要是这个舍法的呀，积极，就是阻止成就了，啊，它也是众缘所生哈，所以叫做积极。长短等分别相，这个舍法的因缘成就的时候啊，成就的是长的形象。成就的是短的形象，而这个长短的形象啊，长短方圆等形象啊，
这些形象呢，当然形象本身呢并没有说话，说他我是长我是短，没有说话，是由缘起分别啊，说这是长这是短，这是不决定的，对短就说长，对长就说短，对这个短呢就说它是长，对另外的更长那么又说它是短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分别相啊。这是这个形舍，这底下说表舍啊，这个表舍有内心的活动啊，表现在外边的相貌，叫做舍，这叫做表舍。为即此即即舍，也就是啊，这个因缘即即的这个舍法，生灭相续，它是刹那生灭而不中断的啊，是相续的生灭的啊。由变异因于先生处不复重生，这个生灭相续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不相续啊，就没有这件事了，就没有由变异因于先生处不重生转移出这话，没这件事了，因为是相续刹那刹那相续的关系啊。由变异因就是个这个舍法的变化，种种不同的变化的原因，原因是主要的呀，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心呢是一切舍法变化的原因，一切舍法的变化虽然也有其他的原因，但是主要是我们的心，主要是心啊，心在变化，这舍就在变化。这个心呢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要动，手本身是不会动的，因为心有所求，就指挥这个手去动，所以手才会动。所以心动啊，是变异的因啊，变异的一个原因，是于先生处不复重生啊，就是这个表舍，说这个表舍的相貌啊。原来呀，这个心的意思是在这里，在这里呀，这个手要这样动，或者头这样动，或者脚这样动。可是心又变了，心又改变主意啊，又改变主意啊。心一改变计划了呢，就原来的那个心所指挥的出来的那个形象啊，就停下来了。不复重生，不继续啊，重复地显现出来了，就转于异处，就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他现在在这里，他心里面又有另一个想法，又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所以外边这个舍法呢，也就随着心的变异，也就变异了。好，是转于异处。说或无间，或有间。或无间呢，就是没有间断，比如说我做这一件事啊，就相续地把它做完了，虽然表现以外的这个心这个舍有变化啊，忽然间手动啊，忽然间头动，忽然间脚动，忽然间这样忽然间那样，但是没有间断地把这件事做完了，那么就叫做无间。或有间呢，那就是中间呢停下来了，不做这件事了，但这件事还是由心的命令啊，过了一段时间再继续的把这件事做完，那么就是有间。或近或远啊，这件事或者在距离的近的地方或者是远的地方啊，有种种不同的呀、啊，这个表舍现出来，或寄于此处变异生，前面说是转于异处，或者是没有转于异处，就在原来的地方有变化，
四名表舍，啊，这叫做表舍。又显舍者，为光明等差别，这是第三义。第三义啊，显示舍法的差别。每一个每一类的散法都是有差别的啊。所以先是为光明等差别，又显舍者为光明等差别啊，有光影明暗啊，各式各样的差别啊。这是显舍的差别。行舍者为长短等啊，积极差别。长短啊，方圆这也是有差别。表舍者为业用为一转动差别。这个表舍的差别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业用。这个就是你内心呢是业。内心动了，就是叫做业者动也，就是心动了，心力发生作用了。以此为一，以心动为一，你的身相啊有转动的差别，啊，或者是行住坐卧啊，各式各样的差别，或者取舍屈身等等差别。如是一切显行表舍，是眼所行眼境界，这底下是啊解释义名，解释啊它的不同的名称啊，不同的名字啊。如是像前面这一大段文呢，是说到显舍一切的显舍，一切的行舍，一切的表舍。这么多的舍法是眼所行眼境界，这两句话指眼根说的，眼根说的哈，就是眼根呢、啊、能在这里旅行，在这里游历，这个眼根在这里游历，耳根不可以在这里游历，不可以啊，它是眼的境界，眼能够领取这个境界。他呢，哈，这是眼根说，眼识所行，眼识境界，这是说这个，说识啊，一根呐、啊、了境，那个这个识要一根为所依，一境为所缘，这个现在这么多的舍法，啊，显舍、行舍、表舍是眼识。所行的境界啊，所旅行的境界啊，是所旅行的范围啊，是眼识啊所领取的境界。眼识所缘，是眼识啊在这里才能有缘虑的作用啊。意思所行，意思境界，意思所缘，名之差别。这个一前面说眼根和眼识，这又提到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显舍、行舍、表舍，不但是眼根、眼识，同时也是意思所行啊，所行的地方，意思啊相应的境界。这个所行和境界也有一点不同哈。这个行啊，不去分别谁行谁不行，不去分别这个事儿，就是直接的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意识在这里活动，是这样。这个说到境界呢，就是他在这个境界可以，在那个境界就不可以。就是有这个分别了啊，这在前边的眼识眼根眼识啊，很明显的有这一件事，
他在舍上啊可以，可以相应，这生上就不可以啊。现在这里啊说到意思呢，意思啊他的所行，他的境界要比前五识宽，比前五识广。前五识个别个别的境界，但是意思就是完全都可以，完全都是可以的啊。所以啊，意思所行，意思境界，当然这是指人的，按照人的境界来说，一个天上人的境界，那人就不如他们了啊。要舍界天上的人，人子人，我们人间的更是不可以的，那就更不同了。我们右眼的境界，对天眼的境界就不是右眼的境界了，这就是种种的不同啊。现在是要人的境界说啊，说意识境界，意识所缘，名之差别啊。所缘的有显舍的名的差别，有行舍的名，有表舍的名的不同，是这样意思啊。又记持舍，复有三种，为要好显舍，要阿显舍，要居易显舍，是舍显现。前面是解释行舍、显舍、表舍这三类，现在是说好恶等三类。又即指显行表这种舍法，复有三种不同。什么呢？为要好的显舍，要恶的显舍。不好的哈，令人不高兴的哈，恶的显舍，丑陋的显舍哈，要居易显舍也不同于好，也不是好，也不是恶哈，居易显舍。这一切的舍法呢，是四舍显现。这些舍法都是要第六意识来说的。分别它是好不好啊，这第六意识才会分别，眼识不会分别这件事的，眼识不能这样分别，这是，所以这是第六识说的，是四舍显现。四舍显现呢，这一切的舍法都是阿赖耶识的变现，都是阿赖耶识的变现的啊。我们这个眼识啊和这个意识去圆律的这个舍法，和阿赖耶识所显现的舍法是相似的，相似，相似而不说是就是，只是相似而已。意思是说，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一切法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就是一他起啊，都是如幻如化不真实的。但是我们的意识要去圆律的，就变成遍计值了，就因为都是真实的了。这个真实是个错误啊，但是和阿赖耶识所变现的有点相似，所以叫四舍显现，这样意思。这个也可以说，阿赖耶识所变的如幻如化的一切的舍法是不真实的，也可以说是毕竟空的，因为这一切三法，一切的舍法本身是没有的，本身是没有的。所以我这现在我就看见这屋里有一条龙在这里飞，这条龙是没有的，是我眼睛有问题。所以从这条龙的本身上看呢，是没有这件事的，是毕竟空的。但是我们就看见有一条龙，就是象征是有条龙似的，所以叫四舍显现。这样解释呢，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四舍显现。
不这样解释，这就有唯识观的意味了，有唯识观的意味了啊，就是由凡夫的境界呀，向圣人的境界去了，啊，向圣人的境界去了，不同于凡夫了。凡夫是这样，这是好的，这是美的，这是丑陋的，这也不美也不丑陋啊，因为都是真实的。要是圣人呢，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没有这回事情啊，是事实显现啊，这样意思。彼助伴者，为彼具有相应诸心所有法。所谓作意处受想事，即于眼时具有相应诸心所有法。这是第四科是助伴啊，第一科是眼识的自性，第二科是眼识的所依，有具有依，有等无间依，有种子依啊。眼识的自性，眼识的所依，第三科是眼识的所缘。前面说的这个显形表、好恶聚意，这都是要所缘说的啊。我们的心呢、啊，我们的识所缘的说法。现在是第四段呢，说说眼识的助伴啊。彼助伴者，彼眼识的活动的时候啊，也不是孤独的活动的。还有帮助他活动的事情，伴也就是他的伴侣，也就是帮助他活动的啊，这样。谁是他的助伴呢？未必具有相应诸心所有法，就是说彼眼识啊，与彼眼识同时存在的叫具有，不是前后的，不是前后，是同时的啊。和他呀相应，就是和他合作的啊，不是向他捣乱的啊，同他随顺他而同他合作，随顺他啊，帮助他做事情，所以叫做相应。诸心所有法，这些助伴呢，他的名字叫做心所，就是心，说全了就是心所有法，这是心才有这种事情，那个舍法没有这种事情，舍法是没有的，只有心才有这种事情，叫做心所有法。他是这种助伴的心所有法，恒依心起，与心相应，细数于心，所以叫做心所有法。好，恒依心起，他一切时一切处啊，这个心所有法啊，他一定依心而起，依心为依才能生起来。如果这个心，这个眼识如果是没有的话，他不能独自起来，他起不来的啊，要有眼识，然后眼识的心所有法才能生起的。第二个意思，欲心相应，它升起来以后呢，它随顺眼识的活动，随顺它，与它是合的，
所以叫做相应啊。第三个是系属于心的，它系属于归他统领的，它不是独自活动的，所以叫做心所有法。未必具有相应诸心所有法，究竟指什么说的呢？所谓作意，这个作意的心所有法啊，啊，这个作意啊，昨天我们讲过啊，这个作意呀、啊，就是警角的意思。他在那睡觉，现在有事情要做，去警叫他，你不要睡了，现在有事情要做，叫他去做事情，那么警叫的意思。但是啊，这个心很多很多的，心的分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哈。现在啊，警叫应起的心法，行脚应起的心法，就是现在有声音出现呢，那么行脚耳识；要有舌法出现呢，它就行脚眼识了。就各式各样的差别哈、啊。那么所以行脚应起的心法，到境界那里去注意，这样的作用叫做作意。叫做作意，这样说呢，这个作意呀、啊，是在这个眼识还活动的前一刹那，它应该先发生作用啊。所以这个是作意心的话，这个处作意警觉他了，他不能继续睡觉了啊，他就起来了，得去注意，就和那个境界接触了。那么叫做处啊，受就是有感觉了，啊，感觉是什么一种各式各样的感觉，想就是、啊、去取得所缘境的相貌，这个境界是怎么回事情，先查一查，先调查一下。不能够凭主观上的妄想，我认为你是这样子，不是的，要看一看那个境界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叫想认识，想认识外面的境界啊。思，这个思就是有了动作了，认识了以后啊，本身呢、啊、有个行动，有意志的行动叫做思。这个处作意，作意处受想思，这五个叫变形心所，叫变形心所。变呢，就是普遍的。所有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乃至第八了也是，都有这种心所法、心所有法，都有这个作意处受想思，都是有的，所以叫做变形，不局限某一部分，它是变形的。既欲眼识。具有相应诸心所有法，这不止这五个眼识，还有其他的呀、啊，啊，具有也是同时有啊，而是相应的诸心所有法，它也有贪嗔痴，这个眼识，有贪嗔痴，各式各样的事情也很多的啊。这在《成唯识论》里面呢、啊、说的很详细的哈。啊，那么这些这么多的呀、啊，心所有法和眼识为眼识的助伴，啊，在所缘境上面活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又比诸法同一所缘，
非一形象具有相应意义而转。这底下嘛，前边是说这个比住万呢，是说这个心所有法的体相，心所有法的体啊，就是作意处受想思等说出来这个心所有法的明体。这底下呢又比诸法同一所缘呢，就说出来呀，这么多的住办的心所有法和眼识在一起活动的相貌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又比诸法同一所缘，比住办的这么多的心所有法和这个眼识在一起呀、啊。同一所缘，他们所缘的境界是无差别的，大家都是缘律阿赖耶识所变的显形表，都是缘这个说法。同一所缘是非一形象，可是缘律的时候啊，这个心所各式各样的心所的相貌还是不一样啊。除作意是一个相貌，除又是个相貌，受想思又是个相貌，所以说贪嗔痴又一个相貌，所缘的境界是一样的呀，但是个心所在活动的时候，每一个心所的能源的形象是不同的，能源的相貌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形啊，就指能源律的心形。这个能源律在所缘境上，那个能源律的那个作用叫做形。因为能源律的心呢、啊，各式各样的呀、啊，那就变成所缘律的相也不同了。这个形象啊，也可以说形就是相，也可以说形不是相。这个相是所缘律的，形是能缘律的。那样子本来是阿赖耶识所变的，是同一所缘，可是经过缘了以后，你就不同了。是同一所缘，非一形象，具有相应意义而转。虽然是啊，不是同一形象啊，可是大家是和和的，大家和和的啊，互相随顺的，一一而转，一个一个的在这活动，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个合作的相貌是这样子的。又比一切各个从之种子而生，这是第三个。啊，第三颗啊，第一颗是出体，第二颗变相，现在第三个是施因啊，是又比一切各个从之种子而生，比这个心所有法啊，连眼识是心王啊，这些住办是心所啊，这个王和所啊，这么多的是心法啊。每一个呀、啊，各个的呀、啊，从他自己的过去熏习的种子升起的。你一活动啊，就熏成种子了。一活动就熏成种子了。这个贪心一动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就熏成种子了。你嗔心一动，在阿赖耶识里面熏成种子了。这个种子就是给你再升起的一个力量。为什么还能升起？因为你以前呢，你积蓄了力量，那个力量使你再升起，所以叫做自从自种子而生，不是从别的种子生的，从你自己的种子生出来的。所以人呢，各有各的优点，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特别优秀，不是的，某一部分事情你很擅长，就是你那一份的种子啊，熏习的多，你的知识啊比别人强，
就是因为你就是有那个种子，其他的事情啊，你没有熏习过或者熏习的浅啊，那个就不是你所擅长的。所以各种啊，自种子生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比作业者现在是第五段，啊，前面这个住办是第四段。现在是第五段，是作业啊。这个演示一共是分五科，和自性、所依、所缘、住办、作业。这个演示一共分成五科，现在最后一科是作业，就是他做什么事情，他的工作，他做什么工作，是这样意思。当知有六种，这得回答说是有六种事情。为了别自净所缘，是名初业。说这个眼识啊，它第一件事呢，它就是唯独是其他的事情它不能做，它就是了别自净所缘，就是明了一样一样的，都是属于他自己这一部分的境界。是他所缘虑的，这就是第一件事。他有这种做，他能有这种能力，有这个本事做这件事。这个意思呢，这个比如说这个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啊，就不是了别自净所缘。就是眼识啊，所缘的它也能缘，耳识的境界意识也能缘，眼耳鼻舌身，它所缘的境界它都能缘，所以这个意识就特别的宽广，所缘的境界宽广。但是眼识不可以这么宽广，为了别自净所缘，他自己的它可以，那么耳识所缘的境界它不可以了。了别自净，所缘是名初业啊。为了别自相，这个眼识他所了别自己所缘的境界呀，他也不是都能圆的，只能圆那个自相。自相是对共相说的，自相是对共相说的。比如说是圆这个灯的光，光这说是白色啊，白色的光啊。他就这么一了别，就完了。那么这叫做自性，这个事情是很微细的，这是限量，所谓限量境界哈。那么共相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光啊，是刹那刹那灭，是无常的。这无常呢，就是和其他的呀，和这个墙壁呀、声音呢，一切都是共有的，都有无常相。那么就是这就叫做共相。这一切法都是无我的，这无我也是共相。那么那个自相呢？说这个是白的，它是那个眼识，它不大，它是一个明了而已，明了一个白，它明了那个白的自相了，就是不同于共相。那么这就是为了别自相，这是第一，这又是一个业。第二个业，为了别现在，了别自相啊，还是有点分别的，就是了别现在这一刹那，过去的、未来的，他不行，他不能了别，他不能。为一刹那，现在呀，他只是一刹那，他就停下来，这个眼识就停下来了，为一刹那，为一刹那了别。第二刹那不可以，因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第六识就活动了，第六识一活动，的眼识就停下来了。当然，第六识又指挥他呢，他可能又发生作用了。所以，唯一刹那了别，这个第六识啊，也可能一刹那了别就停下来。但是也可能相续的，相续一刹那一刹那相续下去，反正这个也是不确定啊。可是眼识、耳识、前五识都是一刹那，
那么这是几页哈？为了别自净所缘哈，一页为了别自现，为了别现在，为一刹那了别，这是四个页。这个演示这有四个四个啊，世间是它能有这四种功能。福有二业，还有两种功能。哪种功能啊？为随意思转，就是这是随转业啊。第二个业呢，就是福能取爱非爱果，这又是一业。加起来这两业，加前面的四业，就是是第六业。一共是六种业啊，这个随意思转这个业呢，这是这句话是总说的，底下是别说随善言转，随发业转，就是这个随转业里面有开出来两种，开出两种业啊。这个随善言转，这个意思是说呀，这个眼识的活动啊，他不能够啊自主的活动，他不能，他是随意识的命令去活动的，所以叫做随意识转，随这个第六意识的活动才能活动的啊。那么怎么叫做随意识转呢？随善言转，随善言转哈，就是这个意识啊。是有善有眼无的意思，有的时候第六意思，有的时候啊他也是有好心肠的啊，无条件的呀帮助别人做事情啊，那就是善。眼无那就不是了，他另外有事情了，有贪嗔痴的事情啊，那么就是眼无转。这个第六意思啊，他有时候善，有时候眼的活动，而眼识呢，就随顺意识去活动的，去随顺意识去活动，所以他也有善有眼了，是这样意思啊。但是在初一刹那的时候，还不能说善眼的，不能啊。昨天我们说那个率耳啊，这个率耳。率耳那就不能说他有善，也不能说眼，还不能。这下面有解释哈。随发业转，这个随意识转分两种啊，第一个是随善言转，第二个随发业转。因为第六意识能发动出来行动，啊，有目的的行动叫做业，叫做业。他有时候发出来善业，有时候是发出来恶业啊。那么这个眼识呢，他也随着意识的意识去活动，所以叫做随发业转。又复能取爱非爱果，是第六业。这个意识啊，有善眼。是明白，如果明白一点说，就是烦恼，就是烦恼就是了。发业呢是烦恼的活动，就祸业苦啊，就是一个。随善言转是祸，随发业转是业。底下取爱非爱果，我就是苦啊，祸业苦。又不能取爱非爱果，因为在发业的第六识发业的时候啊，这个眼识也随时发业，也随顺着去行动，所以啊，他也等到受果报的时候呢，他也有他一份。说又不能取爱非爱果，说这个眼识啊，他也能拿到，能取得，能得到爱果，得到可爱的果报。得到不可爱的果报，如果是厌恶的造了种种的恶罪恶的事情，跑到三恶道去了吧，那就取得一个不可爱的眼睛，取一个不可爱的呀，那个艺术生眼果报的眼睛。如果是随顺第六意识啊去做善业，那么到取果的时候嘛，就取得一个在阴天的世界取得一个可爱的
眼睛，就得一颗的眼睛。这是第六页，是眼识的第六个页。所以这个事情，第六意思是主，第六识是主，做善作恶他是主，而这个眼识是随从的，他不是主。凡是最照因的时候你随顺，到果的时候你也是一样，也有你一份，是也是这样的哈。是第六页，这个这是把这个眼识啊，一共是分五科，到此结束了。云何尔识自性？一共是分五科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分成五识相应地，分成五科啊。这个眼识这一科完了，现在是第二科啊。说到这个耳识，耳识舌啊，属于耳识，这一大段文都是属于耳识这一部分的。部分呢、啊？也是他这一段呢分成四科，分成四科，眼识是分成五科，但是这个耳识这里分四科。第一科嘛也是说他的自性啊，云何耳识的自性呢为一耳了别生，一耳了别生哈、啊、也不说耳也不说生，直接的是去说明耳识很难，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就说是一耳去了别生，这是耳识的自性，这么样解释啊。他这个耳识要以耳根为一之处，为一之处，所以去了别声音，这个了别的就是耳识，因为他一直根的关系啊，根要特别强，这个耳识就特别强，因为眼根特别强，眼识也就特别强，是根明力故啊，识也就明力，识也就明力。如果根不明力呀、啊，识也就不明力，是这样子解释的啊。现在说一耳了别生，这是耳识的自性。这是第一段，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又说所依耳识的所依，彼所依者呀，具有依为耳，耳根是耳识的具有依啊，一定同时有的，要耳根要坏了，耳识就不行了，也就坏了，不能没有耳识了。第二个是等物见依为依，这和前面解释是一样的啊。第三个是种子一、这个种子一呀、和前面演示也是一样，为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啊，这是种子一、而是而为四大种所造，而是所以净舍无间有对啊。这个前边是举出来啊，这三种一，啊，具有一等物见一种子一。现在第二段呢出题，就说出来这三种一的体相啊。这分两段，第一段是说耳，这个耳根呢具有一的耳识的具有一就是耳根。耳根是什么东西呢？为四大种所造的，是耳识所依止的净舍，是无间的，是有对的。因为这个耳根呢，它没有见的作用，耳根没有，耳根有闻的作用，而没有见的作用，所以无间，它也是有对的，啊，这有障碍有对，境界有对。耳根就是这两个有对，没有这个所缘，也耳识呢就加上个有一个所缘的有对啊。这是说这个耳根啊，什么是耳根？它是四大种所造，
它是耳识所依的净舍，这个净舍是四大种所造的，是耳识所依止的，是无间有对。这是第一即第一节。第二节呢，意即种子如前分别啊，这个耳根说完了，这个等物见意和种子意这两种啊，像前面的眼识的分别和那一样，和那是一样的啊。这个要在这里说呢，这个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耳识的无间过去时，耳识无间灭的那个过去时，就是耳识的等物见意啊。那个种子意也和前面也是一样，一切种子时为无始时来，要着细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一书是，和前面一样啊，但是属于耳识这一部分的。彼所缘者，这是第三段啊，自性和所依解释完了，现在解释耳识所缘。所缘的是什么呢？为生，生是他的所缘。这是啊，除这个所缘的体性啊，是生为无间有对。这个声音呢，你这个眼不能在这活动，所以叫无间。有对声音也是有障碍的，因为你小的声音就被大的声音障碍住了，这也是有障碍的。因为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这个声音就不行啊，也有问题。此复多种，如罗贝声。这底下嘛又继续说到这个所缘的声音的种类啊，种类啊，第一个出多种啊，多种，多种是多少种呢？是为罗贝声啊，那个罗的贝也，它能够也能发出声音来。你一吹呀，声音还是很大的哈。大小鼓的声音和物的声音啊，音会物哈，物的声音和歌的声音，还有诸音乐的声音，排戏叫声，排就是戏啊，做种种的戏，或者是种种的声音，还有女声啊，女人的声音，男声，还有风铃的声音。等等的声音啊，是明了声不明了声啊。这个明了声啊，就是他所全的意，他能够明了地表示出来，这个声音上，在声音上能表达一种道理，叫明了声。不明了声没有意义表示出来的，那个风在那吹的这个声音呢啊，不表示什么，像人说话的声音能够明表示一种意啊。这是按不按照深一层的意思去解说，就是一般的这样解释哈，叫明了声不明了声啊，就是能了达意义的声音，不能明了意义的声音，这样是有意声无意声。这是姚凡圣说，圣人会说出来甚深的道理，那是有意声，凡夫不懂得甚深的道理，所说的都是戏论哈。无一声，这个呀，在佛法的经论上看呢，佛法的态度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出家人不学习佛法，到社会上学校去读书，可是应该再想一想啊。当然这是思想的问题，你求什么呢？你何所求要这样做呢？这有点关系哈。下中上生啊，下生，下生呢就是三恶道的众生发出的声音，中呢就是人发出的声音，天上的人发出声音就是上生，因为这个果报有关系，天上的人的果报太妙了啊，
它发出声音是太美了。三个大就是差一点哈，是这样。江河等生，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这个、地面上有江有河啊，有鸟兽哈，啊、是发出声音，斗争喧杂声哈、啊，鸟兽也有斗争，人也有斗争，这个斗争的喧杂的声音，受持演说声啊，佛教徒啊，受持经律论啊。文言讲说的声音，论义抉择声啊，大家讨论佛法的时候，深一层的认识法相，那有抉择的，就是这种声音啊。如是等类有众多的声音，这么多的声音啊，声音是很多的。境界有对呀、啊，是没有分别的，因为它是、啊、舍法，这个眼根呢、啊，乃至耳根、前五根呢、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它是四大中所造，眼识所依净舍，虽然是净舍，它还是舍法，是没有心的，不是有情。所以他所适合的境界，在那上活动是没有分别心的，所以不是所缘有对，所缘有对是识、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哈，它就是有分别了，有分别。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看呢。那个含羞草，含羞草你碰它，它就会收回去。这可见，这就是、啊、境界有对，属于境界有对，而不是所缘有对。所有对是心法，所以境界有对与所缘有对，就是一个是无心的，一个是有心的。虽然是无心呢。但是它本身呢，还是有主旨的。这个地球活的主旨啊，里边有事情，有的适合，有的不适合。啊，你是打那个电话，你拨这个号码就合适，
你拨这个号啊，就到另一个地方去了，不是你所要的那个地方。所以他也是，就是境界有对，境界有对的。这个按现在来说，倒是很容易明白。这个飞机它能起来，能升到天空就会飞，这都是叫做境界有对，而不是所缘有对。还是因此还要用因来控制，用因来驾驶。车这个车会走，但是还是要人来驾驶。这是境界有对和所缘有对是不同。师父，那个眼视所行跟眼视所缘有什么不一样？眼视所行，眼视所行。眼识所缘，这个眼识所行啊，是它的重要的一点呢，是在所行的境界，这个就是所行的境界上说，这个境界是它所行。这圣音呢，就不是眼识所行的。这个眼识所缘呢，还是那个境界，但是有分别的，有了别性的，有分别的，这个不同。所以这个意思是在能缘上面说的，眼识所缘是指所缘，而是在所缘上表示能缘的了别，所以和所行不同。所行与境界也有一点不同。这个所行只是直接的这样说，这是眼识所行。但是和其他的呀，这个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来对比的时候呢，就说是境界了啊。这个所行的是眼识的境界，那个所行不是眼识境界，有这么一点不同。这个行这个字是动的意思，走来走去的叫行。这眼是在这里动啊，在这里动，是这样意思。境界有一个相应的意思，要相应才能动，不相应你就不动，不能动。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呢，不懂得英文的人呢，你这个不能站在上不可以动，也不知怎么念法，也不知什么意思，不能动。也可以表达这个意思。这个所缘和境界，就比那个所行眼识所行，应该是总说的，有这个意思。至于境界和所缘，就别说的了，或者这样子。用总别来区别它也可以。那智山你有什么意思？那个上一次解说这个等无间一哈，等无间一，那么他这个师父讲说是每一个事，每个眼耳鼻舌身意，每一个事都有各自的等无间一。是的。那就是说，我眼识和眼识的前一刹那识灭掉，第二个眼识才能升起。是。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像，有时候前一面眼睛动，然后后面一下是耳朵作用？也是可以，因为眼识前一刹那眼识的升起。一定是前一刹那的眼识灭了，第二刹那眼识才能升起的。它升起了，它一刹那就灭了。灭了这个时候，有可能是耳识升起，有可能是意识第六意识升起，也可能是鼻识。所以这个变化性是很大的。那鼻识升起的前一面是眼识？也是一定不是，
彼此和彼此前后论等无间灭缘，而不是通其他的事，是自私。这彼此的前一刹那是灭了，第二刹那的彼此才能升起。可能中间有眼识升起、耳识升起乃至意识升起，可是那是另外的事。彼此本身是无间隔的，没有第三者来在中间升起。前一刹那的彼此灭了啊，可能经过几个小时，那么是这个次一刹那的时彼此才升起。但是彼此与彼此来说，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中间是没有间隔的。那个眼识也是一样，耳识也是一样。那如果是这样分别作用的话，那么有没有可能眼识和意识同时作用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所以有同时意识，就是意识和前五识同时发生作用，但是那一刹那是只是了别而已。第二刹那意识就有分别了，意识一分别的时候，眼识就不能动了，所以前五识只是一刹那。在耳识这边哈，提到两个无见有罪哈。如果这个无见见就是看到而已，那耳识当然是不能见的。在眼识这边有一个也是有见有罪，那这个是有见也可以看到。是有一个无见有罪，这个无见有罪是什么样？无见有罪是指根。根。因为那个净舍根呢，我们不能见不到，我们是见不到的。我看见你的眼睛，你看见我的眼睛，那能看见的那个眼睛，那个眼睛是所看见的，那所看见的是指，不是那个净舍根，而是福根尘，不是净舍根，净舍根右眼是不能见的，天眼才可以，那是一个精微的地水火风组织的，右眼所不能见。所以叫无见，但是它是有对，因为它还是地水火风，还是有子的，有子爱的，有体子的。眼根加上眼识是可以见的。嗨。但是那个眼根本身呢，你不能见它。眼根不能对见。我的眼睛不可以看你的净舍根，你也不能看见我的净舍根的，不能见，所以叫无见。在它本身，它是有见的作用，净舍根是有见的作用。我们能见闻能见呢，是净舍根的作用，不是福根尘的作用，福根尘没这个作用。所以按照唯识来说，不应该称之为根。有的地方说浮尘根，这个根这个字是发实的意思，能发出实来。浮根尘，它是帮助净舍根，保护它一下。它本身不能发出实来，所以不应该称之为根。可是有人是说它是错。称之为根对。那个谈清净的科技上哈，有讲说是无言无见有罪，无言无见有罪。那无言是什么？我没有带这个辟心经。他说未显未摄，未显未摄是说无言无见有罪。哪个言呢？言就是语言的言。啊，我看。
照眼识所无尽，无尽危险类是所无尽，比如觉在分是吧？这可能是多出来的。你照我那个批训记的原的本子，可能没有这个字。他这个角对不太好，他角对的也就是有字的。连科判有时候他也差字。啊。净色根呢？这个有见的，就是四身净。那是什么？净色根啊？净色根就是四身，眼的净色根就是四身净。四身净啊？哎，有这么这样比对的，有人这样比对。那合适吗？是啊，这眼睛就是有见色的作用啊。这个眼根是有见，它有见的功能。有见的功能，但它本身呢，我们不能见。那所以就是说，它本身我们它这个那个净舌根，你我们用眼去见它，见不到。所以这个无见。所以叫无见。所以无见是不能被看见，它是一个被，它是一个被动，不是一个主动啊。它不是。就是、这种有见是它能够去看人家，就叫有见。啊，对，它有这个，但是说它本身有这个功能。是。但你要去见它就不行。不能被见，哎，对，所以这个无见就是不能被见，是这样的一个，对，被见这个现在的文化里面有一个这个被动的，所以就是这两个，你明白吗？是的。但是四身经够见到吧？那你几波是吧？啊，但四身经在肉体里面是不可见的，因为它被其他东西盖住了嘛。我当你解剖的时候就可能到了。是啊，所以我要不见，就是说你再怎么解剖你也看不到，所以要不能。那树根说是肉眼才能，天眼才能够见到。对。比如说你肉眼在处境都见不到。是。但是如果你四神经解剖以后还是见得到，说这叫做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您觉得合适了？我们就是这样哈，我们就是先简单的，经论里怎么说，先怎么就怎么说。和这个解剖学生啊，医生怎么说，就第二次再说。第一次先不说，第二次你再去研究啊，看怎么才合适，这样子好一点。这是这样我理解，就是说这个无见是一个被动，就是说啊，它不可被见，是这样。是啊，那这样理解。对。不可被见这些话还是个程度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右眼不能见，如果有更高的见功能的眼。还是能见的。那中医学说里面那个经络也是这样，啊，研究的
可以这么解释的。对不起，我再补充一点啊，这个眼根呢、啊，跟眼视都是不可见的。在这句话里面讲是一个文字的问题。他说彼所缘者打了标点符号，为色在一个斗眼有见有对，所以这个有见有对是指的色而言，不是指的眼视而言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困扰的这个地方是在啊。拿这个眼视跟眼根来比较，哪个是有见，哪个是无见，这是错误的。有见的是色，不是眼视，眼视也是无见。它这个根是介于色和视之间，知道吗？这个镜子这个是内涵。这个地方所所缘呢，就是不止能缘所，不止能缘所。那么说舍是所缘。生是所缘，他们是无见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要说到是眼识，它也有功能，它也有见的功能，它是有见的功能。分别起来呢，眼识一眼跟为所依，那就说眼识是能缘的，眼根是能见的，可以这样说。就是能缘当然也是能见，它比能见呢更微细了一点，别性，那了别性对所了别来说就是能缘，生这个舍是所缘，而这个缘这个字和见啊，能见能缘有什么分别？见不是能缘，缘是能攀缘的。也对哈、啊，能分别，能分别就是缘，见是无分别，也可以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不过他说无见有对的话，只是说这个眼根只能对向这个相，他没有见解，能这么解释？就是也没有分别，只是对向这个相，这样一个相貌也能够把它反映出来。对，那您色不是色是有限的，前五识是差无面，是没有分别的，没有办法分别的。刚刚是说到说那眼识还能够分别，那眼啊见能分别，识能够分别，啊，在方面是没有办法分别。这个识是有了别性的。识有了别性，前五识啊，它不能分别。前五识它不能分别，这个是好的，是坏的，也不能。但是它因为是心法，它有明了性。这明了能明了的，在所明了的境界上，明了一下子，就是一刹那就过去了。它没有去分别这是好是坏。没有这样分别，所以说它无分别。
等到是一说是好是坏，就是第六识了，这样意思。所以能缘能见与能缘呢，要在眼识上说，能缘是指能分别啊，有一点矛盾，有一点矛盾的意思在里边。你说眼识不分别吗？那怎么说眼识能缘是能分别呢？就是有点矛盾。就是说，这个能见呢，是物质由机体的由主旨的物质啊，它对这个所见的境界合适，合适吗？也不合适。这个识合的这一部分，什么叫做能见？啊，叫做能闻。但是不能了别，因为没有心嘛，心才有明了心啊。所以这个缘在这前五识来说呢，就是能了，能明了，是心法的了别性。说能分别是有一点事情，因为前五识没有名字，他没有青黄瓷白擦暖房源的名字，一说到名字就是第六识了。所以这个能见和能缘呢，这样说呢，这个缘在这里说，只是说个了别就好了。